Hello，大家早！现在呢，来饭店吃早餐了。你看我吃什么？我吃了沙拉，然后炒蛋，然后这边还有个玉子烧，有看到？看到这里玉子烧，然后还有他们自家做的豆腐，还有这个是他们很有名的那个法式吐司，然后他们的蜂蜜也很有名，然后再来是优格，这是小严谨的优格吗？然后再来是蓝莓优格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吃咯。吃完了，我们现在呢要离开饭店前往田泽湖了。拜拜。我们的午餐要吃这家。圣龙阁，大家都知道盛冈冷面是这边非常有名的美食，所以大家来盛冈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来吃冷面哦。那我为什么现在厕所呢？因为它的厕所真的很亮很漂亮，大家来吃圣龙阁的时候记得要来上下厕所哦。那我现在就要出去吃冷面喽。冷面也可以做成不辣的哦，辣度是中辣。另外我们还点了三款不同的烧肉，让大家听一下超邪恶的滋滋声。超嫩的，很好吃。我们吃完要离开了，我们待会要去田泽湖，所以我又来上厕所了。然后我要告诉大家，它的烧肉真的是超好吃的，不过还蛮咸的哦。那我到时候再写分享给大家，大家记得去看哦。这是我们前几天在仙台买的豌豆泥团子，一盒总共有5颗。Thank you.
我们来到田泽湖畔旁一家餐厅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烤米棒。结束了吗？还是有点续，应该还续。这是我今天的晚餐。这次又是吃自助餐的，所以都是自己拿的。这是日本的白咖喱。